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笨猪。好久没跟大家见面说话，谈谈心了。那我们这集就是没有来谈心啦，开玩笑。我们这集要来玩一个久违，也不算久违，就是有点久没有玩那个这个叫什么去啊？小品解谜地图，就是之前都爱玩嘛，然后就一段时间后面就是直播啊，最近的一大堆影片不是直播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个怎么去，就是没声音的影片都没有我的声音，大家怀念我吗？因为最近麦克风出了一点问题，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问题，就这样看跟他们多速配，而且有没有发现我这张脸变回来？对我有些我像像奶茶，还是有些人就是说。就是坚持原本自己的那个皮肤好了，就是对，就这样也不错。要换，我当然还是会换，那就再找时间。那我们的那个新皮肤，我在这边多说一点，就是先来说，就是多说一点，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大头贴比较像，不然这张跟大头贴不像，对，好吧，那没关系，我还是以为。喜欢那个偏向喜欢原本的，那我们就现在看到这个吧。开始集现在看规则，这是开始，这是什么？你的游戏里的生存模式，它好像说要和平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和平，有设置同心点，然后牛奶的废话跟砂糖的废话，砂糖加牛奶好喝吗？作者牛奶的废话，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地图哦。好哦，做的没有很好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可是要进我们的 YT 订阅哦，砂糖就不用了。以下的链接，哇，做链接啊！哎，好，我找，如果有机会，又是50。哎，这梗很久我没有遇到了。说实话，就是前面一大堆的都没有很久，我都没有遇到这种梗，好吧？我现在点到我下还好，因为我现在其实又换了蛮多电竞的东西。应该滑鼠我比较，哈哈，还不快看看什么？好吧，你这梗有点久了，那我不行。哦，这49页，有必要这样吗？安安，我是砂糖 XD， 叉 D 是变。我跟牛奶是第一次做地图 WW， 指令是红石，指令跟红石也都不是很好，很好，我知道，很叫红石不是好，所以呢，做的不好，请。哈，有乐伯跟吉娜巴哈的人说 ，YT 求个订阅砂糖。我先说，如果麦克风这有点不舒服，请大家见谅。我再缓缓看，这一次就听不下去就别看安烂啦。对啦，姐姐，我就偏不要用到最后的 ST， 偏好吗？作者偏跟红。好吧，不要抓他们做错字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不能作弊，不能破坏规则。不是，不能破坏规则。我这个说什么？不能破坏方块。废话，当然不能破坏规则。这样子，不能破坏规则，我们就偏要破坏。请调和平，请注意有没有开防喷。防喷怎么开？算了，请开先玩。不要用装任何预告都没有，不要批评作者错字。我才刚批评完呢，真是的。好吧，开始吧。我没有装防喷，这也不知道防喷。重生，这可以重生。哦，真的，这没有东西。但是这些，里面没啥东西哈，没啥东西哈。这个一定也是明年。你以为我会藏这个？这好像是这个名字啊，一直没有跟你们说啊。我要去告白，对，就是要去告白，释放心，这是要去告白哦。我们大家要陪主角去告白，这当然是没有关系的，真是的。告白呢，这都是正常的。现在在我们这种国中小屁孩跟这种年纪，就是要告白。不告白，你怎么会说送学妹的巧克力？送学妹的巧克力，成就。
不是啊，我是男的哦，我不是畜生吗？好吧，算了。对，人物设定跟剧情。现在看剧情，现在看人物设定，再看剧情。你是一个15岁的国中生，国三对不对？对，国三，我才国一。你暗恋13岁，我就是13岁的。不要这样，我当然知道没有人会暗恋我，我从此单身，因为我是一只畜生。哎，这个欺负我，而且这个年纪哦，这个作者哦，我一定要抓你虫子啊！作者懒得想你的名字跟设定，所以都以。来称呼 MD 学妹，我也懒得想了，你就直接叫学妹就好了。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们就叫学长哦，随便想一个漫画一点的名字，小猪猪，算了，不要乱取。现在几点了？已经10点了，去看看客厅有没有。等，今天是我跟学妹又要在公园，哇哦，要干嘛？羞羞啊！快点赶紧出门才行。作者他爸妈的样子，不要问剧情有什么关系，不要问跟剧情有什么关系。这个爸妈像这个要找吗？我是找到了，但是我想更确认的一件事是，我拍多久？忙啊，六分钟，浪费了六分钟。这边没有那个，而且为什么没有了？这有那个哎，我刚刚本来是没有要玩这一张的，是后面。其他章都没办法玩，而且重点还是这我原本要选的那一张其实没有成就，超喜欢那种没有成就的那个地图。是爸妈房间，我送我先去爸妈房间了。剧情可是我先看一下那个楼梯是干嘛？哦，还不能下去。这剧情3，等一下，我刚先看剧情3，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成就就可以走了。哦，成就就在这里就没了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就继续探索一下这里。作者的爸妈喜欢在房间里烧东西起雾魔法。哇，烧炭自杀哦 ！Oh my god， 这是什么剧情？有点恐怖啊！牛排，哦，不要叫我一个一个翻。牛排，因为我要把牛，因为那个牛排真的是一个成就，就是你把全部的牛排收齐齐啊，我觉得不太好，但是很累，我知道，所以。就不要大家跳过这个部分，我们直接来看那个剧情，就是，我们就是直接不给你们看这一部分，要吗？我们来先来聊聊我们的心事，一边用牛排好了。那我问你们哦，就是你们的那个最近有没有想？等一下，这样不是心事算了，就是有点久没有跟大家聊，认真的聊聊，因为。直播那个时候家里都有人，也不敢说什么，然后什么说话都要谨慎，像什么哔哔哔都不能说啊，不然我妈就会狠狠的瞪我一眼，然后我就拒。拍完直播你就看我奄奄一息躺在地上，要被剁成猪肉来吃的样子，很衰真的。这真的没有，这里没唱成就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咻，也不是，咻，都听那么快，都没有点亮亮，这个我们来看看重力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弹跳比较多，好吧，这好像拿不到什么东西，那我们就先来看剧情二，真是的，早就跟他们说过，不要把房间。乱烧东西，不要在房间乱烧东西。天啊，我念错了，怎么还是都没有移掉？我来看看在干嘛。哦，我在房间烧牛排。咕噜噜噜，妈，先找你吃的。这里应该会有好吃的。这剧情，就是因为你这样说，这里都好像没有成就，好像是22个牛排就是成就，不知道哎。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不能玩太久，就已经9分钟。没有，我没有睡觉的事，要睡也睡服务生，毕竟我是女生，不是啊，这集没有我是男生，我不要睡男生。好啦，我们就睡个一觉，有没有可能成就就出现？没有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感觉没啥成就，而且会不会在上面？对，
好吧，那走吧，少个针就少一个吧。然后先把剧情上拿着先。然后读第一张，喂喂，不是吧？又没有人在家里，干嘛要把楼梯锁？那我们刚应该先看这边，对不对？到底哦，我今天嘛要跟准备告白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我的你的心意了，没有开玩笑。这什么？啊！突然好想上厕所，找厕所钥匙。哎，爸妈都不在。算了，等直接出去吧。不在呀，在。哎呀，这欺负我的人呐、啊，就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我就是要抓你。哎，有了，厕所钥匙。我们厕所钥匙在这里，刚刚那边，这故意要在我们那边找很久，就对了。嗯，这真是要人命，我最讨厌找这个，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玩1.2。哎，对了，有人问我为什么。什么直播玩了什么 Happy 似的，都玩 1.8， 就是都，就是都不玩 1.12 啊。你们那边是说 1.12 对不对？因为一个原因 ，1.12 你看很多，就是实况主就是玩 PVP 的人自己也应该相当知道的，就是 1.9 以上是不可以。那个怎么去了？不可以，再一个吧，就是没有写太多了吧，其实就是不可以那个，不可以什么去啊？不可以数点，不是数点，不可以数级，就是没办法一直连级啦。对对对，这样爽，就是没办法连级。很痛苦，根本就做不到任何一些事情，就是一种什么事情都做不到。没东西哦，假的，都没藏东西，我怎么不信？我这种都不相信作者这么好心，那就算了。12分钟，我们到底花了几分钟？十。当我的老师，我现在真的没了。我们去告白吧，拿着我们的送给学妹情书，走吧，走吧。我现在大招就很爱用，不是，好的，握，等一下，好险，我刚刚有做这件事情。今天公孙有没有想买到洋装？这时间也不太好哎。对不起，错字，这不算作弊啊，因为我习惯那种早上送情书，晚上爬爬。放压力吧，看来我们需要找学妹，这是家。我们私闯学妹民宅好吗？还是？哦，天哪！如果那是我学妹，我连死都不要跟她在一起，丑死那女子。那她干嘛？这都没有什么成就。而且这到底什么？这什么材质啊？怎么突然？这是石英砖吗？感觉好白，太白了。前往公园。隐藏球就刚买的巧克力送学妹。好，那这个给你。还有学妹，好吧，你是指甲师。白巧克力，原味巧克力。巧克力，这个巧克力，等等，下面有东西吗？我感觉没有呢。有，果然，就要相信自己，好吧，那就走吧，放压力吧，走。哇，这是去哪里？学妹就在那边，感觉她赶紧过去。那是学妹。整理一下，深呼吸。这个小石头了，慢慢的接近他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剧情六，有没有学妹的答案？
那个学妹，哦，这个学长真的蛮大胆的，说实话，那学妹，我喜欢你，请你跟我交往。因为我觉得有些现在的人都这么不太爱告白，就是暗恋的那一种，除非你确定对方也喜欢你。对，咦，拿巧克力给学妹，好，对，我们要先跟那个，我们这些好像都不能给，算了。那就问一个，那个你愿意吗？我真的愿意吗？结果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想哭。怎么又回来了 ？What？ 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结束了房间，哎、欸，不同了、欸，哎，哇，所以。答案呢？那个我要买巧克力，干嘛不说？那我拿走。那个哦，我要买这巧克力，叫什么？那、啊、学妹就在那边，感觉她等了久不等。现在怎样？所以结局呢？好吧，我还没送情书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怎么？因为又有那个就是成就资料，我不能用。原来是梦。我靠，就是一个梦，果然呀、啊，男人都是废物，都废物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说要跟谁？咦，妈妈，你怎么在这啊？我终于醒来，已经七点，然后再不起来就要迟到。哎、欸，我还在等学妹的答案的书。什么学妹？钱包快点吧，不是。这个，嗯，感谢哟，我要知道答案，我要知道。哎、欸，这好像闪闪哦，闪闪的，哎、欸，这好像是闪闪，哦，不行，对不起，学妹，怎么可以这样？这个学长不正常。好吧，我们好像真的有一些没有拿到，真的有一些没有拿到。哎、欸，天、啊，这床是这样放哦，帅，坏掉的灯泡没有哎、欸，这个。会不会就插那个坏掉的灯泡吧？我会气死了！蜘蛛网是你没请过来，刚买的巧克力掉货了，樱花瓣。哎、啊，我们刚刚都没有那个观察呢，那我们少三个，好吧？不好，我不知道会怎么样。QQ， 我讲好啦，我本来身上选很好的啦，谢谢你 XZ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就有个结束，那就有点久没有玩这种什么解谜地图之类的啊，一回来又没有收集到全部的成就啊，这就是废物的学长啊，那个告白有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哎，什么？那我们就来变水面，嗯，来自导师，我答应你的告白，可是对不起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算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，就结束，那就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，分享就不用了，因为真的不知道分享给谁，因为我们没朋友，边缘来。然后呢，如果想要看更多，想要知道我的动态，就当然是订阅。那没有粉丝团，没有 IG， 没有什么，因为我是废物边缘人。因为我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不爱用公众那个东西，如果一定要有粉丝团的话再考虑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就结束，那因为我的订阅率很少，所以没有什么粉丝团，也不要期待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，送给边缘人小猪猪猪。好了，我们下集再见。好了，我是猪猪。好，拜拜。诶，真的好久没跟大家说话了，拜。